感谢大家，那待会再请张医师帮我们讲讲一下话，这样。我想，我想我们拜年哦，大家心情容易哦，很舒服。就是咱刘医师哦，介绍就是我家己个种，诶学弟啦吼，啊，但是我是叫我是咱个，诶，甲咱个老校长吼，刘校长，诶，注意一下吼，咱个校长。 我讲啊，那个校长夫人哦，哎，那个咱长老，哎，啊，我民国55年去大学中哦，啊，那时候刘校长还没有，还没有当那边，哦，啊，我知影哦，刘校长，啊，刘校长夫人哦，是咱新娘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讲校长是咱是新娘的囝婿啦。 欢迎爱双丢雕的新年快乐，谢谢。哦，这是救火团哦，来这蔡小姐哦，啊，所以讲这副口号，这是想带来的。啊，我伫这本册内底，我有写一首歌啦哦，叫做《美丽的新娘》。啊，新娘真正是真美丽哦，啊，这首歌伫我那两千毛片唱过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大家可能这首歌也是变成了一个习惯哦，啊，大家可能。 让我们庆祝，祝伊咱新年的一些哦，包括毕生年的地方，拢在仔细看了，对，还有眼前都有光亮，对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啊，迈入第六年哈，也就是已经大概是今年是迈入6岁哈，那很感谢，就是说各位同仁哈，就是这一年来的辛苦。 然后常常面对病患都得要求哦，然后还要关于月色的这个这边跟感谢，很谢谢大家。那什么就是说继续为我们吸引，继续为病患服务。那待会我们再请那个中医师啊，跟中医师帮我们分享哦，以及帮我们勉励这样子。那我想在回顾过去这段时间哦，大概因为经济比较不景气哦，那预估在未来这一年暂时还是会。 尽量帮我回温，那希望大家都是共同努力哦，希望我们的未来会更好这样子。那今天是我们诊所的尾牙，希望大家就是尽情欢欢乐好，然后就是祝大家新春愉快，然后平安喜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欢迎。 这是上天的所在，这是上师的身影，难来这回你家，迎着快乐的迎响声，难来。
Bye.
那我们一起说好，说祝乐恩诊所生日快乐。祝乐恩诊所生日快乐。耶、yeah! 好，再一次啊，来，一二三。祝乐恩诊所生日快乐。耶、yeah! 嗯、要说生日快乐啊。有糖果吗？没有啦。他只要放送给你。谢谢谢谢，送给你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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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姐姐好了，姐姐来了，姐姐来了。这个副本六号，是不是？哎，是是是。啊，咱这个诊所，咱的所谓咱的工作团队，跟咱的这个冠秀吼，啊，而且呢，首先你这个新年要跟大家讲声新年快乐啦吼。啊，今仔日有神雕赶来，我来讲一下，今仔日吼，拄我边找吼，拄我找刘医师啦。我甲伊当时认识，我是不知影认识。那是怎么叫认识哦？在每届你个卡雅雅做个食宵夜，大家开讲哦，啊，那是菜啊，所以真有缘分啊。啊，咱多要多去认识，啊，上少啊，恁办这个会议，这个所在，啊，就表示这个荣誉吼。啊，我本身个我也是做医师啦，吼，我是做个医师，咱个啊，差不多四单元吼。啊，这四单元内底呢，咱是有真侪咱个这个乡亲，甲我支持，我来甲加油，而且大家表示这个感谢吼。啊，你这个主要的报告一个好消息吼，咱这个消费券给咱给你啊，有做一个给你啊，刚好给你啊。刚有刚才你安尼哦吼，我今顺序来在，我即个担任这个消费券这个发放小组的召集人吼，还在我高级水线造成怎么样没有？那我来请小龙家说，跟人家变高想吼，再来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咱这个当环境里面刺激消费吼。对，今仔日交我长辈到交我认识吼，你来拿晚消费满3600块钱以上，就可以拿一张收据券，去拿一张摸彩券，到这个消费券区的时候再吼，可以在1月24号下午4点呢参加这个摸彩，摸彩的第一特奖呢是油电混合车头等车台，现值是100万呐，100万哦。啊，我第一个甲你讲，别人拢无讲，所以我是把咱第一特奖就30万加安尼好无？安尼好无？好啦吼，啊，我是咧，咱政府本来就是咧公职，啊，老师我甲恁有啥物工作需要，我甲恁服务免客气啦吼。我想咧，咱县政府来讲，因为我们有开，啊，而且就咱这个，咱做个专职来医生，怪讲希望业务蒸蒸日上啦吼。啊，总是希望我大家咱平安顺遂快乐，感谢各位先生。我们真是热烈掌声，谢谢严副县长啊，对我们的勉励。